知道这些年绿空军多型战机占据南海，绕岛巡航可以说是已经常态化了。想问发言人，那近期在空军我们巡航台湾岛方面有什么样的变化？空军今年有一句话我一直记得比较深刻，那就是祖国在我们心中，宝岛在祖国怀中。捍卫祖国的大好河山是人民空军的神圣使命。空军多型战机绕飞祖国宝岛，锤炼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。空军有坚定的意志、充分的信心、足够的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中国的领土，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权益不容侵犯。空军航空兵赴南海战斗巡航，目的是推动海上方向实战化训练深入发展，提升应对各种安全威胁的实战能力。空军坚定不移捍卫国家主权、安全和海洋权益，坚决维护地区和平稳定，应对各种威胁。